可能不能送你生日礼物了，我以后没有时间再玩游戏了，所以我大概永远不能送你五连绝世了。诸葛亮简直太帅了，火焰拥刀好帅啊！我不是萧晶晶的粉丝，但是我宣布被他同学圈粉了。航天设计师又在上海，那应该是宇航研究院的吧？我有个同学就在那，我去打听一下了。想办法把这个热搜撤下来，要快！各种营销号媒体都打招呼，不要提于老师，已经提到的都删掉。我们没刷呀，这是自然上的。我知道，总之不管什么办法，快点撤掉。我不想于途被过分关注。为什么？你都拉他上台了。我不知道他还要回去搞科研，娱乐圈这么嘈杂会干扰他，而且在研究所也不能这么高调。明白了，立刻去弄。哎，于老师要回研究所，没跟你说呀？刚才你在台上说你的职业是航天设计师。你已经考虑好了，打算回研究所了？是的。什么时候决定的？去西安的时候。好。那什么时候去上班呢？明天。这么快啊？晶晶。嗯。我可能不能送你生日礼物了。我以后没有时间再玩游戏了，所以，我大概永远不能送你五连绝世了。